右手，右手。面对的时候，右手拿起了举起来，和手的距离。对。先列队，列队好了，好，手放下，然后才敬礼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啊？真的吗？没有声音哎，我觉得不觉得好玩吧？好玩。兄弟们，好不好玩？好。好玩啊？啊。队长，你先说，你最喜欢哪一个站？包场。啊？那个。迷路那个，包场啊，包的急救，急救为什么？那个最简单，最简单，好。我也喜欢急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可以救人。也可以救人，那你以后是不是要做医生？我爸做医生。那你做医生好不好？好。那你。要记住我，为什么呢？大声点，可以救人，好。多难点，这么说摩斯密码，为什么呢？很有趣，摩斯密码。好，罗金，你喜欢哪一站？军中信号，为什么呢？很好。好，大家说的都对，没有错。好，这一次是问你，你们有没有学到很多东西？有。有学到什么？昨天跟今天，你们还没有来之前，你们参加了这个生活营的两天的时间，你们学到什么？原来包扎，除了包扎，还有自己煮饭。那以前不会煮饭，老让我啊？什么？老让我。大哥，还有指南针，你会用了吗？指南针，你会看了吗？对了，还有，昨天所学的还有什么其他的？学到和小伙伴一起团结，干嘛的？还有，对，团结的合作，团结的合作，合作的精神，这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除了学习一些我们日常所需要学习的东西，一些技巧、急救、摩斯密码、高空球等等这些游戏，野外烹饪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团结，团结，合作的精神，知道了没有？好，待会儿你们解散了以后，到前面我们集合点那里休息、喝水，然后你们的小册子有空白的，去找一些朋友写下你们的留言，或者找大队长、顾问老师，各位的顾问老师签名。写一些迷你花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们小册子，你今天结束了以后，明天回到你们沈阳市，要把它丢了。对。为什么不要丢了？没用啊。有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太冷了，我怕你。对。除了干丢了你们很多张，现在看到你们满面、头额上面都很多张，对不对？谁给的？谁给的？站长。站长给的啊？为什么站长这样给呢？好，那等要解散了，你们就去休息，好不好？等我归过来。好，小队长，对，经理。有长有短。要整齐的啊！小队长，你来，好不好？一二三。
Bring me down, I said,